声音，你在做什么啊？你猜猜看啊。叮当叮当叮当，我猜你应该是在学时钟，对吧？答对了，我还会另外一种冰雪奇缘安娜公主的方式。真的学得好像，不过现在的时钟大部分都是电子钟，很少听到传统大时钟的滴答声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
钟。